谁计时？好，一排计时。喂喂喂 ，OK 了吗？好，那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Foca。那我今天提一个大家都看不懂在写什么，居民 social 的资料格式转换。OK， 那居民 social 是大家应该都有在用 Facebook 吧 ？Facebook 现在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中心化的一个社群网络。那居民 social 比较不一样，它是一个联邦式的社群网络。那联邦社群网络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它有点像是这边公司应该很多，如果你看过 Star Trek Star 的种子银河飞龙。星舰大旗航的话，就是大家很多不一样的星球组成联邦，那联邦里面的所有人都可以互相沟通。那居民 social 也是一个这样子的社群网络，大家有很多不一样的伺服器，那伺服器之间可以互相沟通。那这是一个两年前开始架的一个社群网站，那它透过一个公开的标准，就 ActivityPub 来沟通。那上面都很不认真，80% 都在晒猫图。然后呢，这个东西呢非常的棒，因为没有人在用，两年了只有1300多个人注册，然后也没有成长。右边左边是 Facebook 的使用者数量图，然后红色部分是居民 social， 你都看不到。对，那但是这样没关系，因为它是个联邦式的服务，那所以即使你在居民 social 上面注册，你可以跟其他这么多不同国家的伺服器沟通，像有日本的法务，有就是德国的 Mastodon social， 上面都有数十万人，那所以基本上在上面不会找不到人聊天，找不到人社交。那刚刚前面提到说，这是一个公开的标准，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加，任何人都可以自己接上来。那我今天到底需要一个什么？遇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？就是这个标准没人看得懂。这个标准，因为现在社群网络注册之后，你都可以汇出自己的上传的照片跟文章嘛。那居民 social 也不例外，但是汇出之后通通都是 ActivityPub 的格式，然后没人看得懂。虽然是一个标准，但是你知道写标准的人都写得很复杂，没人看得懂。所以今天我会需要有人帮忙来，就是我们一起来把写一个工具或是一个网页，可以帮忙把这个格式转成一般人类看得懂的 HTML 或 CSV， 他们可以自己去备份。那或是说你觉得这件事情无聊不想做的话，但是你想要晒猫图的话，你可以来注册一下，然后来这边写说个 hi， 然后贴个猫图。剩一分钟，没关系，我讲完了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真的，你再讲一下。好，我再讲一下哈。不然第二组会同席啊。真的吗？宇昌没问题的啦。我怕讲。然后我送你一分钟。好，大家